大家好，我是迪斯坦世界陈思礼，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迪斯坦 V Tour。 今天呢，来带大家看一看在 Dynapol 的一栋美景豪宅啊。平常给大家看的多的都是在新港的美景豪宅，今天呢是难得带大家来看看在 Dynapol 的美景豪宅。也许有些朋友要问了， Dynapol 是在哪儿啊？其实 Dynapol 是在新港的南边啊。如果你要说起来啊，就是在美国南加最著名的海滩有哪几个呢？一个是 Laguna Beach， 还有一个就是 Dynapol， 这些还包括 Newport Beach， 还有 Huntington Beach。 那这一条下来就是沿海的海滨城市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Newport Coast， 还有 Laguna Beach 以及 Dynapol。 那 Dynapol 相对来说在老美的那个 reputation 圈层里面啊会比较有名，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新港是更有名一些， Laguna Beach， 然后再是 Dynapol。 那这一栋豪宅呢，美景豪宅是坐落在 Dynapol 里面的，叫做Ritz Cove。 Ritz Cove 为什么叫 Ritz Cove？ 先按兵不动，我待会晚一点再告诉你为什么叫 Ritz Cove。 那你先看这个大门多气派，还没有进去已经感觉到它那个就是钞票的感觉，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妥妥的满满的完全拉满了它的那 cash 那种感觉啊，就是完全就是感觉就是富豪级别的豪宅的那种气势啊已经出来了，挡都挡不住。所以呢，你先看完前门，然后呢一会儿呢再带你看里面是长啥样，同时呢再带你看看它那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的海岸线。我看完以后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我在那里迟迟都不想下阳台啊。Anyway， 话不多说，我们进去看一看咯。现在呢我是在它的玄关，你可以看啊，从下至上，哇，这也是金钱的味道扑面而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不是豪宅哪能有这种级别的高挑屋顶啊，而且是它这个上面的天窗啊都不是直接对的天窗，它是有一个什么像个灯塔一样的造型设计啊。这个主人呢也重新装修过，你看出来这个颜色也非常素雅，有专业的摄影设计师呢给它设计过。所以这个我这样仰着头看，我基本上我眼镜都得摘下来，因为什么一定会掉下去。那这是基本上是90度的垂直，非常漂亮。然后这个玄关的这个楼梯呢，就旋梯上去也非常优雅，就是典型的欧式这种旋梯，哦，太美了。然后它是什么？是基本上是半环形的旋梯一直上去，待会你可以看更仔细。那我们先看楼下它到底有什么空间啊，就是剩下一些房间。然后从前面一进来呢，这旁边侧面就是一个正式的客厅，还有正式的餐厅，这是紧挨在一起的。然后做了很多细节，就是这 crown molding 都是卷角的，就 crown molding， 而且它是有好几层，有三层的 crown molding。 你想你做一层 crown molding 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栋豪宅里面哦还不止哦，是三层 1,2,3 三层 crown molding， 那一层层的做上去，那这个什么这个层次感就拉满了。还有它这里有壁炉啊，紧挨的呢就是正式的餐厅。你看这玻璃窗啊，哪都是玻璃窗，而都是 double panel， 所以在里面啊就是外面一点杂音都听不到，就是尤为安静，尤为安静啊。这旁边还有个侧门，侧门可以到旁边的侧院。那侧院有什么呢？待会儿到外面我再给大家详细聊聊。这个不是这个 location 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有钱还不一定能够买了它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看完它的正式客厅和正式餐厅，我们再去看看旁边对面是啥。然后穿过玄关过来这边哈，我跟大家想讲一点呢，也许觉得有点微不足道，其实是个 powder room。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powder room 也就是半位哈，特别是给客人用的半位没那么豪华。那这间 powder room 呢，它还包括给你一个化妆台，也就是家里来客人呢还可以在这化化妆补补妆啊。所以这个就像酒店一样的非常齐全呢，就是整套的一个你的化妆室一样的这个半位。所以说这个 powder room 是 you know 与众非常与众不同。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玄关再拐过来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吧台，也就是说你回到家的话你可以 you know 在这里放松，调杯鸡尾酒，然后呢再到这个起居室。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官网 citychinrealty.com 搜索房源，我们的房源数据每15分钟从 MLS 直接刷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房源信息。我们的网站携程为你提供多元化服务，您不仅可以免费获得房产估值报告、贷款按揭计算器、最新房市数据报告、最新实地看盘看房，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和信息，一切尽在您的指尖。起居室当然了，这景色是没得说了啊，起居室也非常宽敞，打的是玻璃门玻璃窗，所以说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那个太平洋的风景就完完的拉满了。你看这个180度的
海岸线，海岸线毫无阻挡。它也可以看到对面 The Cove， 这旁边就是酒店，这边一拉过来就在这旁边就是酒店，旁边呢就是高尔夫球场 Monarch 高尔夫球场。其实 Monarch 高尔夫球场我其实以前经常来这打球，我每次来这打球我特别喜欢看，经常看得到这栋楼，因为它是紧靠在球场，而且旁边还有个公园，也就是说它是个 community park。 你看有很多人在这休息啊，也有游人在这里，还有包括就是你看很多冲浪的啊，还有本地的人啊，在这个公园这里休息，因为风景太美了，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后面呢就是高尔夫球场，所以你坐在这儿啊，这视野非常开阔，正前方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侧面呢就是公园，绿树草坪，蓝天白云，这感觉不要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那这里呢是游泳池，游泳池它不是说特别大哈，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就让你可以泡泡澡，享受一下，这里有一个 jacuzzi， 可以享受这个海风，徐徐海风吹过来非常凉爽。这里还有一个 sitting area， 你可以坐在外面在这里喝喝茶呀，聊聊天啊，看看风景啊，我应该说是欣赏风景，因为这风景太美了。你在这里看到外面的白帆点点，整个就像什么 postcard， 就是在你面前展现的就像是明信片的这种风景，就是把它框起来，把它这样框起来，就是一个 postcard view， 这个 view 就是 postcard view。 所以想想看有多少豪宅能够有这样的 postcard view， 非常屈指可数，可以这么说。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小旋梯上去，也就是说你在后院如果游玩的话，想上二楼你就不用从绕了前门去上二楼了，你直接可以从这个旋梯上去，所以说非常方便哈。就是说这个房产的设计呢就是宜居，就是什么舒适宜居方便。然后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公共区域，咱们再回到里面来呢，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dust， 这里的话比如说家里的太太呢可以在这里，比如说看上个电脑啊，付账单啊什么之类的。这里的是家里的可以说早餐厅，好看这早餐厅，这里有一个半弧形的窗户看出去，可以欣赏日出日落，不要太美好了啊。这个是超级大的岛台，这个岛台这整一块 quartz， 好，你可以想想看，这里都可以直接在这里上面吃早餐了啊。这里还有一个 cooking top， 就在这岛台下有个 cooking top 是 flat 啊。这里还有 wolf 名牌的 cooktop 在 back， 它有两个 cooktop， 也这里一个，这里还有一个，然后它有两个 sink， 也就是说这么大的厨房你不可能要跑来跑去 right， 所以在这边呢有一个 sink 洗手池啊。这个呢是跟像我们中国人讲究风水，跟这个灶台是什么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不是相冲的。然后你再绕过去，在对面那个玻璃窗旁边还有一个大的 sink， 然后这里有洗碗机啊，然后这里有垃圾 trash 啊，然后这里是大的一个 sink。 你看外面的风景，旁边还有一个烧烤台，然后跟着我过来看看这边，也就是在旁边你直接从厨房一出来，这里还有一个，voilà， 这是我们可能华人最喜欢的，就在外面做饭，油烟不会进去。这里有个 BBQ， 哇，这 BBQ 在这做 BBQ， 你还可以在这里做烧烤，可以说很久没用过，基本上都是做摆设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sink， 所以这里还有下面还有一些那个 machine 在下面，是非常方便。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不想在里面做烧烤，直接在外面就拐个弯就出来了。然后你看这边做烧烤可以边欣赏太平洋风景，然后还有公园，多美好啊。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就是富豪级别的人才能享受到，因为什么？因为这种豪宅它的价钱肯定是以千万为计算单位。刚才没说完厨房啊，这个是它的大的刷啦冰箱，都是做了包皮的，你看，所以说你把它关起来的话，你都不认为这个是冰箱，它是 Sub-Zero 的名牌冰箱，都是做了 cover， 所以就是说跟你的 cabinets 混成一体了，混乱成一体了。然后这里还有啊，就是 microwave 啊 stove 啊，所以这个厨房真的是可以说精工细作，因为你可以看上面的那些这些工作，就是看做出来的这个 model， 包括它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就感觉特别像是那种法式的那种风格哈，就是 very detailed。
然后 anyway， 所以是这里好多地方你要本人亲自看的话，来去觉得还是更加的震撼，比我在 video 上面给你展示的还好看。anyway， 因为这房子特别大，将近有差不多10,000平尺，所以咱们还有很多地方要 cover， 还说了这个是 living room， 我们再转到这边就是 family room 的旁边有一个书房。一般来说的书房是我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这个书房大小正合适，不算是特别特别大，但是呢也真的是完全就是足够自己的一个人的空间，甚至可以再坐两三个人都没问题。比如说这里可以坐一个人，那这里还有一个 desk， 也这里可以比如说这样还可以再坐一个人，至少可以两个人在这办公。非常宽敞，这里全都是 built-in cabinet， 你看这些橱柜都是非常高质量的橱柜啊，就是这质量真的是非常好的实木。都是 built-in cabinet， 然后包括墙上还做到了这种 cover 这种设计，就特别像 library， 就是书房这种质量的书房，包括还有 ceiling， 它营造的一个氛围呢，就是像 library， 就是有点像 study 啊 office family office， 所以觉得非常庄严肃静。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漂亮的设计哈，我特别喜欢这种棕色的 brown color。然后如果家里有老人呢，他这个房子下面还有一个，就在这一层他有楼下的 bedroom suite。 所谓的 bedroom suite 是因为他带了套卧，你看这里有洗手池 full bath， closet， 非常齐全。那这个卧室大小也非常不错，你看这个全都是窗户，还有一个飘窗，你就飘窗这里坐，这里可以欣赏外面的海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玻璃门可以出去外面的阳台，或者是去后面的后院，都非常漂亮，从这里出去也就是非常方便，从那一个角度出去进出都非常方便了。所以呢不管是家里来的客人还是岳父岳母，你知道，或者是 in-laws bedroom suite， 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它这个楼下这里又很宽敞，完全有自己的 privacy， 旁边紧靠的是洗衣房，洗衣房它这个空间也非常大哦，它这里还有一个洗手池或者洗水池，这里呢，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狗狗、猫猫啊，可以在这里洗澡，然后上面可以挂衣服晾干掉漏水，然后这里是一个 sink， 是洗衣服，非常方便，这里储藏空间也特别多，特别大，所以说，就是说居住起来特别舒服。这里还有一个单独的 powder room， 在这儿，这是小的 powder room。然后我们呢在书房旁边也从这里顺过去呢就是车库，车库给大家看，大概可以趴几辆车。车库保守来说的话都可以这里至少趴两辆到三辆，其实这边可以趴两辆，这里趴一辆，然后外面的院子呢可以至少再开趴个两到三辆是没有成问题的，所以至少五六辆车应该是差不多，一点问题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社区非常安全，它是有门岗社区，所以在里面的话即便是你趴到 off street parking， 在 gate 外面也可以再趴车。那我们看看楼上是长啥样呢，顺着旋梯啊上着二楼，这楼梯真的就像是像螺旋一样的，它这个坡度啊非常缓，也就是不陡，非常舒服，而且非常宽敞，是正常平常的 staircase 的至少两倍长，所以说宽度两倍宽的宽度，所以说非常舒服。然后一上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天窗，真的是非常漂亮，它又不是特别的刺眼，直接的有太阳照射下来，它是侧的，侧光收进来啊，特别漂亮的，就是那种灯塔型的设计。然后从这里玄关往下望上去，你看到楼下啊，视野非常开阔啊，这个呢就让我感觉像在博物馆的那种 feel 哈，就是特别的，就我们说 classic， 就这种感觉，这种设计是永远不过时的。然后再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二楼的它 layout， 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就是它有四个角，由于上来的话是 one two three four， 在四个角呢，它有四个套卧，每一间卧室呢都非常非常的宽敞，甚至一些次卧都感觉像是主卧。然后这里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 skywalk， 就是我说的天桥，就是自家内房子内房间内部的天桥，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自家的大门或者说前门，你看到这个吊灯啊，这个玻璃
啊，非常漂亮这个造型，然后这个扇形的设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房子就二楼这里的亮点。然后这遥相呼应，对到对面的 The Game Room 也是玻璃门，玻璃打开来，所以这个空气对流，包括阳光采光都特别的协调，都特别明亮。然后紧靠的这个前门的这个天桥 Skywalk 有两间套卧，咱们先看看这间套卧。那这间套卧也非常感觉像大很大了，这个它每间卧室的大小都特别超级宽敞，而且的话还带自己的阳台啊，包括自己的洗手间呢都是非常宽敞，都还有那个就是都可以冲澡，就是泡澡，不仅说是有那个 shower space， 而且还有什么就是泡澡的 bathtub， 而且 bathtub 还带那个什么 push， 就是那种可以冲澡的那种带按摩的那个这个 massage 的那些 water feature，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高档。你看这里的整个过来，还有包括布鲁式衣帽间，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是主卧，其实它这只是一间次卧。你看这个次卧的衣帽间，我相信都完全超过于大多数普通房产的主卧的大小了，就是它这个采光，而且旁边就看到这个从浴室看出去就看到旁边的公园，然后这里还有从阳台上过来看看，啊，不要太舒适了，不仅能看到公园，还看到太平洋，所以这间次卧虽然说叫次卧，但这个 feel 感觉有点像是主卧。当然，如果我们是拿这个次卧跟那个 regular 的那个什么 regular 房产的主卧相比，完全是可以绰绰有余，非常绰绰有余。然后咱们再去看看这天桥 Skywalk 的对面是另外一间次卧，它是遥相呼应，它是东南西北啊，就四个 corner 四个角都有一间，都有一间次卧。和独一间套卧，我应该这样说。那这是另外一间套卧，也是有超级大的阳台，这个阳台真的是太舒服了，超级大的阳台可以看到对面的 community center， 然后这旁边就是自家的前院和自家的 gate。 自己卧室也特别大，它每间卧室它的都有布鲁式衣帽间，然后你看它每间卧室的屋顶啊都做了特殊的设计，所以说都非常与众不同。你不会觉得说每一间套卧都觉得好像你了按部就班一成不变，它这是它的套卧。我觉得这间比较适合家里如果有女孩的话呢，比较适合女孩在这儿住，我觉得当然女孩可能需要浴帽间更大一些，这个已经很大了。然后咱们顺着这个角过来，这是另外一个 staircase， 也就是两个楼梯啊，就是紧挨着，但是是错开相错的。你看到前面那个主旋梯是从前门进来，然后旁边呢紧挨的是另外一个旋梯，另外这旋梯呢是从这里直接下去厨房，去自家的那个起居室。所以说你这里前后呢就不用绕来绕去，有时候如果你在这边走过去的话，就直接用这个小楼梯下去了。所以这个设计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啊想得非常周到，非常周到。然后咱们又回到这个 corner 了。咱们这个 corner 在讲我们主卧之前呢，给大家再看看另外的一间次卧和它的公共生活区域。这边是可以说是二楼的一个亮点了，就它的楼上的起居室，这个风光是绝对是没得错了。紧挨着旁边的是另外一间次卧，这间次卧还有自己的小的玄关，真的是非常的感觉就是非常 special。 你看它是 double French door， 它两双拉门，就这间还是次卧，在次卧就有双拉门打开，还有自己的小玄关进来。小玄关刚才你看这里空间超级大，而且这个景色不是一般的漂亮，是非常非常漂亮。哇的天，你看这完全是超越了一般的房产的主卧的那个档次 level。 你看这个弧形的带飘窗的这个窗户推出去，这景色你看到外面的游艇，然后这旁边又是玻璃窗，而且这一面墙都是玻璃窗，都看到旁边的公园。妈，你看看这个 ，Oh my gosh， 这个 bathroom， 这简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房产的主卧的规格了，这是借阅了，这是次卧。你看，它还有自己的 toilet、shower， 然后这里是那个 bathtub， 好，这里是洗手池，这个是 walk-in closet。这个 walk-in closet 还真的是够大呀，你想是不是就是超越了一般的房产的主卧的规格了，再只是这一间房产的一个次卧而已，就可想而知咱们把那个主卧留到最后让你惊喜一下。 OK， 我们再去看它的二楼的公共生活区域。
公共生活区域在二楼的中间，你看，这间卧室还可以通到旁边的阳台，也就是可以连着那个公共生活区域的，就是起居室的阳台。啊，这间卧室真的是超级大的次卧，可 supersize like junior master，我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junior master。然后另外那个才是正式的 master， 所以两个二楼就有两个 master。然后这个是二楼的起居室，啊，这里很舒服啊，这里还可以，比如说装电视啊、装音响啊，这里空间都给你留好了，你可以自己再去装。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书桌，然后这里那边还有一个小的 web bar， 那里小的吧台。经过这个双拉门啊，从这个二楼的 family room 起居室出来，那我感觉在这里的话，我就哪也都不想去了。我感觉在这里能够让你真正的做到流连忘返，这个风景不是说一般的美，是非常非常的美。你看到没有？就是在 Chris Risk Cove 这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然后帆点船点点的白帆，最重要的是什么？没有房产能够在前面挡住你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也就是 unobstructive，一点阻挡都没有。你可以看到，又可以看到绿植郁郁葱葱的树，又可以看到蓝蓝的海。还有白白的天、白云、蓝天，真的太美了。这个超级大的阳台真的是非常宽敞、非常大，也就一直过来，也就是连接了两个卧室，然后包括中间的起居室。这边连的是主卧，这边是 junior master，这边是 master。然后这里还有我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个 staircase，从这个 staircase 下去就可以到了后院，所以非常方便。也就是它这个设计呢，就是上下里里外外都非进出上下都很方便。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房产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什么样的超级主卧能够配得上这个豪宅？因为你已经看到三个套卧了，不包括楼下的套卧，楼上的三个套卧都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大。正式起居室过来，然后就看到这里是双 column 两个大的柱子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欧式的设计，就是那种古典的欧式的。设计，你看我特别，尤其特别喜欢它的 ceiling。刚才有看，有为大家注意到的细节啊，它是 ceiling 像是设计一个是像一个星星一样的一个 star 设计 design。它这个 crown molding 是做的非常复杂的，也就是它这个 crown molding 要做好多工时哦。你想想看，这个它不是很死板的一个什么一个正方形或者椭圆形，它是一个 star 是个星形的 crown molding。也就是说，这个主人装修的时候是花了很多心思去设计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绝对是什么？主人是精工细作的，这个豪宅是精工细作出来的一个美景豪宅。然后紧接着旁边呢，就是正式的 master bedroom， 同样也是双拉门，啊，双拉大门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 spacious 宽敞的 lounging area， 你可以在这里啊喝喝茶，欣赏这个外面的太平洋风景。上电脑玩玩手机啊都可以，然后不仅是这里宽敞啊，啊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面积 ，I don't know，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做随便什么都行啊，这空间是够大的。我感觉这个主卧的卧室的面积啊，就相当于别的两个卧室合在一起都还不止呢，就是面积非常大，非常宽敞。这里还有个壁炉，然后这边呢，玻璃窗都给你做了一个360度的玻璃窗，也就是这个不是360度，我应该说是。90度的垂直，然后这里有一扇玻璃，然后这里再拉开来，也就是说你可以欣赏到这边的海景，还可以欣赏到这个边角的这个 cove， 所以这个景色它是给你尽量的把你的景色 optimize， 尽量的扩大化了，就是让你能够欣赏到不止180度的海景，我可以说超越了180度了，至少200多度，应该230吧，不到250，应该230度应该有，然后这个玻璃窗看出去，哦，太美了。在里面，在床上就可以，在自家的卧室上就可以，床上就可以欣赏这个海景，日出日落。现在是接近日落的时间了啊，真的很美，非常美啊！这个卧室，超级 master，super master，right？ 然后你从这里拐过来，也经过这个 lounging area， 从 master bedroom 拐过来，就到了那个什么 lounging area。还有一个亮点，还要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master super master 的那个 bathroom。你看这里有两个天窗，即便不开灯，采光也特别好。两个天窗，然后一个两个洗手池双 sink， 这边一个，啊这边还有一个，那这边是给太太准备的，因为它旁边有个化妆台，化妆台在这儿，啊紧靠化妆台呢就是桑拿，然后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衣帽间哦，这个衣帽间的 size 相当于别人一间卧室的
大小，我觉得都不止啊，比一般的卧室还大。这个衣帽间，然后它全都是 built-in cabinets， 啊，这里还有一个大的玻璃窗。这柜子啊，都深度很深啊，它的容积量很大，不是那么浅的那个柜子，它是非常深的柜子，所以它容积量非常大，而且是 soft closing， 那个细节非常好。中间还有一个岛台，啊，这里。完全就是说，如果太太喜欢购物，这个可以满足她的购物欲，这个足够大，超级大的啊 closet。啊，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就是 mirror 那镜子啊，就是你在这里换衣服，进出之前都可以 make sure you check out before you get out。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有两个天窗，也就是说它这里采光是非常注重的，每一间房间它都是不仅有玻璃窗，而且还有天窗啊，而且玻璃窗也特别的大，这超级 super size， 连包括 toilet 里面都还有一个 storage， 都有柜子，所以很多储藏空间。然后这个可以说这个 master bathroom 就它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面积啊，包括 closet 加起来就相当于可以说是相当好几个房间的总体量了。那这里还有这个 bathtub， 这个 bathtub 那就更别提了，这里面带全部都带按摩的那个什么，就是 water jets。所以但这个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泡澡，还可以欣赏到这个水的那个就按摩，非常非常棒。它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牌子，Aquatic， 很有名的一个牌子，就是那个带那个 water jets 帮你按摩，这个水的 water pressure 非常好。这个就是冲浴啊，它这里面还带 steam shower， 就是特别对喜欢讲究美容的女生来说是非常在意的。它这里有调节温度的 steam shower， 这里还有温度计啊，可以。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可以你不容易皮肤上产生黑头，因为它这个有 steam， 可以说让你出汗。然后这里还有桑拿，所以它这个配套真的可以说是super top notch。然后整个这个 master bedroom， 我感觉就相当于旁边的五星级酒店 Ritz Carlton 的那个 level。 这种美景豪宅啊，绝对是超级超级美景豪宅。一般的话我说美景豪宅哦，那就是大概在500万-1000万。如果你说超级美景豪宅的话，那我说的是不仅仅是房子的设计结构，它的做工，还有包括它的美景，那绝对是 top notch， 就绝对是一流的。那这里完全就感觉你在这里生活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那种super high level 的那种 lifestyle resort lifestyle。 那这旁边紧靠的就是两个超级的五星酒店，一个是 Ritz Carlton， 还有一个呢就是 Astoria， 就是 Waldorf Astoria。 大家如果对 Waldorf Astoria 不太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一下，在纽约曼哈顿 Park Avenue 上面的 Waldorf Astoria， 那个是经典的存在，就是历届的总统啊，还有全世界的明星啊，大咖啊，都在那个酒店入住过。所以呢旁边就一家就是它的连锁酒店叫做 Waldorf Astoria， 然后紧靠着另外一家就是五星酒店叫 Ritz Carlton， 所以旁边还有一个 Monarch golf 球场 Golf Club。 那所以说它这旁边的话都是 five star level 的生活的 lifestyle。 所以这个豪宅它的不管是从它的 location view 还是从它的做工来说的话，都可以说的称得上是五星 plus 的那种 level。 所以在这里生活你感觉就是那种奢华，同时呢又是低调。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那么的那什么，就像 flashy 啊，就像我们说的 Donald Trump 的那种风格啊，就是又不是就是黄灿灿的金啊，就是那种明晃晃的什么颜色，蓝色。所以这个颜色是非常素雅的，就是一种完全是 beach style 的那种 low key 那种豪宅。所以这个豪宅呢特别适合就是有那种品味特别高 impeccable那个 taste， 能够 appreciate 这个房产它的做工它的精致啊，所以呢又能够 appreciate 它的整个 value， 它的 location 是绝对是 irreplaceable。 因为它的位置啊，海边的房产它最大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保值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它的位置是稀缺的。它这个位置一旦的话就是说建了房，它不可能什么还旁边还能够再生，因为这个 location 是什么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呢它这里为什么海边的美景豪宅像这种豪宅它能够特别保值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房产所在的位置和风景是不可再生资源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就是富豪也好明星也好在海边购房置业趋之若鹜的最根本的原因。除了就是它能够 enjoying lifestyle， 同时他们也知道这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的最佳方式。
那你认为呢？今天呢，带大家欣赏了这么漂亮的无敌的美景豪宅，我最后呢想给大家做个快速的总结。那这栋美景豪宅呢，它是位于在南加最有名的海滨城市之一的 Dana Point 啊，它这里呢住在这个小区叫做 Ritz Cove 里面的人基本上是非富即贵。那这个小区是非常的 exclusive， 紧靠着旁边的 Ritz Carlton， 还有就是 World of Astoria 两个五星级酒店，还有 Monarch Golf Resort。那这个豪宅它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不仅仅是有无敌海景，而且它是一个街角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旁边只有一边有邻居，那旁边的非常好的 privacy。 那除此以外呢，它的空间非常宽敞，就是居住面积呢有9000多平尺，然后它呢是有5间卧室6间卫浴，那5间卧室4间套卧在楼上，1间套卧在楼下，所以特别适合家里有比如说 multi-generation， 家里有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在家里一起三代同堂在这里居住。然后它呢非常方便是每一间卧室都有自己的 bedroom suite， 都是自己的套卧，而且还有大阳台，还有布鲁斯衣帽间。但你看了这个 V tour， 你也知道这个房产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因为它的位置绝佳。所以你要是对这个房产有兴趣呢，欢迎和我们联系啊。这个房产的要价呢是大概2000万左右。OK， 2000万左右。所以说在2000万这个豪宅，如果是放在新港，那就不止2000万了，这个至少是4000万，因为它的占地还是非常大的。这个豪宅的占地有半英亩。啊，你想想看，半英亩的占地在海边有这样的景色，那是非常难得的。大部分的海景房都没有这么大的占地，啊，因为它有自己的 private gate， 也就是说它是 gate 里面再加 gate， 本身呢就有门岗社区，然后门岗社区还有自己 private 自己的私家铁门，所以说这个房产呢是非常稀缺、不可多得的。如果对私密性要求非常高的富豪们呢，那这个绝对是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量身打造的一栋美景豪宅。那话不多说，如果你要是对这种美景豪宅呢有你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哎哪地方你可以再改建啊，或者哪地方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是第三世界陈思弟，我们下期再会。